哦，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助下就不用烦。哦，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双面冰雪怪。总算有一天是能够安全无恙地抵达作战基地啦！哎呀，我真佩服我自己哟！哎呀！哎呀，我来了。看来你们跟我都一样，没有逃过攻击。最近的市民是怎么了？怎么总是无故的攻击我们呢？哎，刚刚得出的数据显示，市民们被暗灵力量感染了，他们都被控制了，所以才会来攻击我们。啊，那又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怎么突然变得好冷啊？而且，有人在家吗？我需要帮助。来了。哇，我找到了雪人耶！初次见面，你好。我从冬天来，可是因为贪玩，错过了回家的时间。我想回家，可是现在水晶城这么乱，我不敢独自离开。你们能送我回家吗？我的家就在那雪之王国。没问题，我知道雪之王国在哪里，我护送你回家。我可能打一块送你回家。谢谢你们。菜鸟、菲菲、小呆呆，咱们就分头行动。目前没找到解决的办法，那就从根源找起，也许会有新的发现。穿墙，你就放心吧。等你回来啦，我们说不定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。咱们也去干活吧。不过在干活之前，我要大吃一顿。耶！老大，不是我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谁？哎呀！成功了，这个任务实在太简单了。
天的天气真不错啊。又来了，能不能有点新意呀、你的对手可是鼎鼎大名的武林卫呀、不要打我。借你一根头发。不要追我呀。希望可以帮助我找到净化暗灵力量的办法吧。哎呀，总算能喘口气了，现在出个门就像逃难一样，到处被追。哎呀，好忧伤啊，吃根棒棒糖缓解一下吧。其实你们就是想吃东西吧。希望迷糊老师能找到解决办法。迷糊老师怎么样了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。不过通过测试，我发现市民身上感染的暗灵力量都夹杂着水灵之力，你们看。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，水灵之力可以通过冰分子渗入人体，侵蚀他人精神，以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。也就是水晶城里的人都被能使唤冰雪的家伙控制了。啊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使唤冰雪，难道是冰雪怪干的？那超人强他们不就有危险了？呼叫超人强，呼叫超人强。菜鸟，什么事？你们一切都顺利吗？当然，我跟波比今晚就能赶回作战基地。我们有重大的发现要告诉你。迷糊老师发现被操控的市民身上带有冰属性的暗灵力量，我们怀疑是冰雪怪。我明白了，我会注意他的。希望是我们想多了。超人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？这条路是到达雪之王国的必经之路，也是最快的捷径。超人强和波比昨天肯定是走的这条路。菲菲，你看。还有一点温度，看来他们刚离开不久。我们快点的话，肯定能追上他们。奇怪，怎么还没来？双拳大人，可把您给派来了。快来看看我送给您的大礼。超人强，你给我过来。是。他。真的。双拳大人怎么了？武林威力变身。灵卫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大人，我确定我已经把武灵卫控制住了。暗灵力量可以控制普通人，但是不能控制武灵卫。你被利用了。你的手下可真天真呐。可恶，你竟敢耍我。
可恶，你竟敢耍我。土灵之力不要惊讶得太早。在这里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不是说好了昨天晚上就能回来吗？怎么都不见你们回来呀？超人强呢？超人强他。双拳大人，双拳大人，双拳大人。喂，双拳大人，双拳大人，小的已经完美完成任务，您看你什么时候来接手？老大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将计就计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最后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冰雪怪的老巢，然后冰雪怪派我来暗算你们，老大就留在那里了，我趁着这个机会出来支援。那还等什么，走，带路。跟我来。超人桥。老大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大大家小心冰锥。哎呀差点就要变成肉串了。武林威力变身。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。